大家好，我是子涵，我身高167，体重47，三围是32D、23、35，我是牡羊座的，然后现在在念硕士二年级。大家好。形象好像跟硕士有点不太搭，会吗？我应该有一个知性的感觉吧。没有人会觉得说你很有反差吗？就你一个硕士高材生，然后但是又是一个身材很曼妙，然后很火辣的。我妈妈是觉得穿这样很好、欸、很好。我妈妈觉得说她把我生得很好，所以包括我出写真，她都一定会跟我要一本，我要跟大家分享这样。男朋友也不会介意。没有男朋友。之前来国光啊，然后好像有背云周率，可以背到至少数点30位。对。但是可以现在再背给我们听一下。我有点忘记耶，我试试看。3.14159265535，89793238462643383279。而且你的脸啊，好像笑的时候是很丑，有人说过你脸很丑。有啊，我每次康哥都说我脸很臭啊，他都说我是心情不好。那陌生人敢跟你搭讪吗？还是会有哎、欸，很多都是比较像变态这样，就是可能从头到尾就盯着我的胸部跟我说，我可以跟你要赖吗？就是这样看着我的胸部，我可以跟你要赖吗？然后再看一下我的脸，再看一下我的胸部，说那你有男朋友吗？张胆，那你刚才说到你现在单身吗？对，自己目前有没有喜欢的对象条件是？幽默一点的男生，体贴吧，因为我算是一个蛮体贴另外一半的人。所以你本身是一个不管男朋友，不管欸，他只要跟我说他去夜店，我也说那你就去。那如果他去找杰西呢？不太好。那今天呢、啊，来到保龄球馆，你之前有打过保龄球？从来没有欸，其实。从来没有。对，没有关系，因为呢，没有找到一位保龄球达人。他自称他保龄球最高打到快300公分，我请他来指导你一下好吗？好，来，来哦，司机大哥。不要用杠跟你打球，人家也有两粒的，比你重。哦，你有两粒。子涵，你知道300是什么样的概念？我不知道、欸，因为保龄球的满分就是300分。啊、哦，所以他快300是基本上是业绩不容的选手。这么厉害吗？这次不好瞧。哎呦，女生的话基本上差不多拿6-7磅。左右就已经很 OK 了。然后你的手呢，首先要插进这三颗洞里面。哇塞，其实那边感觉很熟练哦。对，然后这样子把它捧捧的，像捧棺材一样。保龄球处女秀。对，我跟你手要偏直，如果你不会的话，你就是这样。然后你想象一下，球一定要从正中心那个点出去，懂吗？来，我们再试一次机会。啊，那个头发要记得往后拨，因为我怕球这样。你在强调头发往后拨，想说这样真的、啊、真的这样子可能会让你卡到啊。啊，这样比较 OK。对。好。啊，这样子手不对，要这样。现在跟手这个嘛？哦，没事，因为要瞧他的姿势。故意的。对对对，这样触碰人家手，因为他这样姿势完全不对。不要紧张啊。新手打两颗不错啦，我觉得会中。来啦，新大哥，你讲的自己这么厉害，你来一道。来来来。还好吗、啊？不是啦，太久没打了。在左边一点点、啊。我等一下可以补一个全打的画面。那不行啊、哦！不行，对不对？他已经被截到了，好不好？好了，二流的没有，因为10年没打，真的。看什么看？赶快去订阅右下角正妹老司机。现在我们从第二局开始。我好欠。没有关系，来，我手要打直。哦。我这怎么还是你？哇塞，九哥真的在浪哦，发挥实力，刚才这边演是不是？
差一颗了，差一颗。哇塞，C大哥，你很夸张哎。OK 吧。这样就 OK 啦，这应该至少能帮个十分。哎呦，机车哎，不错不错不错，来哦，看可不可以截到哦，人生第一次截到。啊！你也太远就丢了。第一次打保龄球，感觉自己分享觉得怎么样？蛮好玩的，但是我好烂哦。会觉得很难。那你之后还会想来？会想要练看看。有问题随时打给我。如果不会的话，好，会亲自过来教。这要赖子，没有，是想要铺这个梗铺很久。没有，会。哎呦，七颗哎，证明你是真的有在练。好，来哦。刘总到底线什么？你到线的时候再丢，靠近一点丢，靠近一点，对，不要那么害怕，那么早就丢了。好好好。还有，这个全倒了，真的。来哦，西大哥最后一局哦，这是我最后一颗，对。哇塞，差一颗，好可惜哦！还目前还没打到帅过。对啊，真的。刚练的。哇塞！有没有觉得我是很厉害的？蛮厉害的。觉得我们西大哥打的蛮厉害的。那你会因此而觉得有点崇拜他？还好。来，加油，加油！哎呦，有机会哦！有机会！哎呦，有机会哦！有机会！哇，最棒的一个，差一颗而已，差一颗。对，这样子啊 ，C 大哥，这一球就你来帮他解，我帮他解。对，如果你没有解到呢，就你算你输。啊 ？C 大哥可以解到吗？来哦！有了，我学到了。哎，这是什么？你看是不是？你有没有觉得说我其实不错，随时打电话给我？哎，好，这是什么邪门歪道的一个招数啊？没有啊，因为他就是你一定要让他求。喜欢今天的影片，记得帮我订阅正妹老司机，也可以追踪我的 IG HAN480X。大家拜拜。